孤盘，你们都看过很多了吧？今天我打算做一个你们可能没见过的立体 3D 孤盘。首先准备好孤盘，小麻薯咕咕贴，咕咕贴，咕咕贴，再拿出我的绝美立体小饰品，一支胶水，开炫吧。首先是常规咕咕，然后就把立体小饰品也箍上去吧，在小玫瑰底部涂上胶水，贴贴，再贴个小蝴蝶结，再加个小心心，立体小箍盘完成了。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再箍一个粉色的疤，立体贴贴触动完成。那么橙色 VS 粉色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